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九段，借转变差别长行最后一句，如来神通变化故，世界海普清净界转变。这个是第十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一佛神通啊，如何不净？净明坐之暗地，法华三遍净土，即其类也。这是说诸佛如来神通变化了，哪有不清净的道理呢？那么由此可知，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本来清净啊！使我们联想到世尊在经教里头常常讲到心经在途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从世尊呢常常教诲当中啊透的这些讯息，如果我们真的听懂了听明白了，我们就觉悟了。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跟我们讲的，本觉本有，不觉本无。诸位想想，本觉本有，一切众生的本觉本有啊，不觉是迷啊，迷本来没有啊。本来没有，为什么会迷？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为什么会迷？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好，迷没有原因，迷没有开始。为什么？如果有原因有开始，那就是真的，就不是假的了。佛不是讲吗？这妄想妄念既然是妄，就不是真的。只要你把妄放下了，真的就恢复了，本觉就恢复了，自信本来清净，自信真的是一尘不染，一切众生说未来佛，这是方便说，是佛随顺凡夫说的，这样说法凡夫懂，能够理解。
如果就佛的境界来说呢，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现在还是佛啊，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佛呢？是个糊涂佛，就如此而已啊。古德比喻上说得好啊，佛好比是个很正常清醒的人啊。凡夫是什么呢？喝醉了酒发酒疯啊，他那个酒瘾过去之后他就恢复正常了啊。所以佛说凡夫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恢复正常了。由此可知啊，我们的心呢，本净啊，本来清净啊。这真的啊，本来觉悟啊。所以这最后这一句做总结啊，他不说诸佛神通变化，他说如来神通变化，这个字样要看清楚。前面讲诸佛出现于世，这个地方讲如来神通变化啊，讲诸佛是从相上讲的，讲如来是从性上讲的，讲诸佛我们没分，讲如来我们有分这个总结才圆满了啊。凡夫的自信跟诸佛如来的自信无二无别啊，只是诸佛觉，凡夫迷说真实话呢。这个《聊义经》上常讲啊，迷悟不二。迷是迷了自信，悟是悟了自信，自信没有迷悟啊。啊，是众生有迷悟啊，自信没有迷悟啊。自信本来清净，真清净啊。自信没有染净啊，那叫真净啊。啊，有染净，染净是相对的，凡是相对的，就不是真实的。啊，我们凡夫现在是迷惑堕落，堕落在相对的里头，相对也迷惑。啊，我跟他。对立了啊，我跟你对立了啊，大跟小对立了啊，凡跟圣对立了，长跟短对立了，对立相对的世界啊，迷了才有相对的这个现象出现了，觉悟了啊，这个相对的现象没有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什么时候我觉悟了呢？相对的这个念头没有了，就觉悟了，真的觉悟了啊，真清净了，真平等了，这个道理很深啊，
我们没法子体会。啊，为什么没法子体会呢？我从无量劫来，从来没有觉悟过。啊，展开经卷，经卷是佛菩萨讲的，觉悟的人讲的。啊，我们是怎么看他呢？我们还是用分别妄想执着来看他，因此我们看经不觉悟，我们听经不能觉悟。啊，何以有一等人，啊，看经听经他大彻大悟？我们晓得他的分别执着非常淡薄，啊，一接触圣教啊，他就放下了，他就完全贯通了，就契如了。实在讲，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上来这个三段是讲的祝福啊，祝福。入灭，祝福出现，啊，这今天这一段祝福的神通变化，啊，讲如来，如来就是自信的神通变化，所以觉悟的人确确实实。他住的是净土，佛在啊，这个清凉在注解里面举了两个例子啊，净民阻止安地啊，净民是为魔其境。维摩经佛过品里面说，随其心境则佛土境啊，啊，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成佛的威神动了个念头，说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他就讲了，我们世尊释迦牟尼佛在以往做菩萨的时候，难道他的心不清净吗？啊，为什么佛土不净呢？舍利弗动这个念头，世尊知道了。佛告诉他，啊，告诉舍利弗，他说：“我此土见呐，你不见呐。”啊，释迦牟尼佛就用教旨。啊，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平常坐在那里都是结跏趺坐，我们讲双盘。啊，佛把腿放下来，脚趾按着这个地上，以佛的神力，让舍利弗以及与会的大众。通通都见到啊，这个世界豁然变成众宝庄严，先是无量的功德宝庄严刹土啊，啊，这一切大众叹为曾有啊，
佛住的净土啊。所以佛跟我们凡夫在一起，我们看凡夫是住我们的秽土，而佛自己呢，实实在在讲是住他的净土，心经确确实实佛土经啊。佛在大乘经上常常跟我们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报随着正报转，真的可以做证明了。一报是我们生活环境，确实是随心转呐。佛心清净啊，他的国土清净，我们见不到，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清净。如果我们要是证得初地菩萨，我们就见到初地菩萨净土；我们证得十地果位呢，你就见到十地菩萨净土。否则的话，初地菩萨跟十地菩萨在一起，他见到的这个受用途不一样。初地菩萨的净土，这个净土里面不是纯净啊。前面讲的净里面有夹杂不净，不过是呢，净多染少。十地菩萨的净土跟初地一比呢，十地菩萨几乎是纯净啊。但是我们知道十地还不是纯净，十地夹杂着不净呢，夹杂的很少。初地比十地夹杂的多，它怎么会一样呢？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修行修什么。我在最近这个三年提出来纯净纯善，作为我们修学的标准呢。十善业道经上佛教导我们总是要记住，要落实，要把它做到。十善业道经上最重要的开示是前面一段话这一段话我读了之后我很受感动佛告诉龙王，龙王是我们的代表佛这个经在龙宫里讲的龙王是党集中，我在讲经把表法的意思都跟诸位说明了为什么用龙王来表法呢龙是最善于变化的，代表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呢，
刹那刹那千变万化了，表这个意思啊。佛告诉他，他说菩萨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后这一句话我听了眼睛就会睁得很大啊，这个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能离一切世间苦。我们这个世间很苦啊，三恶道更苦啊，啊，天人还是苦啊，欲界天苦苦、坏苦、行苦三大类苦，他还是要受，比我们轻一点而已。啊，欲界是六层天的，越往上面去越轻，他没有断。那么到色界天，苦苦断了，啊，也就是这个欲念呢没有了，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无因之甚，这个八大类的苦，色界天人没有了。但是他有坏苦，他有行苦。啊，到无色界天，身体都不要了。我们讲是灵界，这个中国人常讲的只有灵魂啊，神识存在，他没有身体，因此他坏苦没有了，但是他有行苦啊。什么叫行苦呢？不能永远保持啊，寿命到了还要堕落啊，不能永恒保持啊，这个苦啊，啊，他那个境界是不错，很好啊，但是不能永远保持。最高最高的记录啊，飞翔飞飞翔出天，他能保持八万大劫，哦，这个在我们心目当中天文数字啊，太长太长了。但是你要知道，八万大劫跟无量无边的时间来说，一刹那了啊。我们人生寿命长的并不很多啊，即使是寿命长的，回想过去就像昨天做梦一样我们常常有这个感觉啊，回想起童年的事情啊，我能记得我三岁时候的事情想起来昨天一样啊，七十多年呢，一弹指啊，
啊，还能有七十多年吗？不可能了。人真正上了年纪之后，他的想法看法会改变。真正觉悟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做了些什么，是不是一片空白，一桩好事都没做啊？真的是像佛在经上讲的随业受报嘛，这很可怜的，很可悲呀。糊里糊涂的来，糊里糊涂的过去了，这种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佛在经上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六道里头说得人生最可贵，贵在哪里呢？人道最容易觉悟，苦多乐少啊，容易觉悟啊，所以得人生这最为可贵啊。一切菩萨示现成佛都在人道，设法界里头他不选别的法界，单单选人法界。什么原因呢？他有道理在啊。人道的众生容易觉悟，所以在这里实现。那么我们的人生闻佛法了，悟了没有呢？为什么不悟呢？放不下了。我常常勉励同学修行一定要把纲领抓住，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知道怎么样修正，现前这个阶段我们修学最重要的纲领是什么？是要远离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自信里头没有的。远离名闻利养，世间人好名啊，喜欢戴高帽子啊，人家夸奖他赞叹他几句得意忘形。你们看过《西游记》，孙悟空神通广大，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好名，喜欢戴高帽子。上了观世音菩萨大堂，观世音菩萨送他一顶很漂亮的高帽子给他戴，这一戴到头上啊，变成紧箍咒。
永远受观世音菩萨支配了，那是表法的呀。啊，你落在人家圈套里头，你一生就要受人控制。那孙悟空神通那么广大都没办法。啊，他为什么会上当呢？喜欢戴高帽子嘛，好名嘛。啊，好名，人家用名来控制你；好利，人家用利来控制你。啊，你都有小辫子，被人抓住。佛教我们把这个东西统统切断了。啊，五欲六尘的享受，佛教众生随缘而不攀缘，啊，随缘正常的，诸佛菩萨都随缘，啊，随缘里面随善缘，好境界，没有贪念的念头，不贪。卧云卧境界，没有嗔恚的念头。哎，在五欲六尘里面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啊，把顺境逆境善缘卧云在这个里头一律平等看待，这叫修行呢。你要不懂这个门道，你到哪里去修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修什么？就修这个。啊，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识，那不同的行业。啊，不同的身份，啊，不同的生活环境，他去参访，一律平等看待。啊，帝王将相，啊，他去参访，没有一丝毫羡慕的念头。平等啊！啊，造作恶业的那些贩夫走卒，没有一点点轻视的念头，平等了。善财童子心目当中是怎么看法的呢？如来神通变化故啊，对，如来就是自信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如来神通变化故，他在这里修平等，他成佛了啊。凡夫成不了佛呢，在净缘里头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变成凡夫啊。他把自信神通变化了，他当作真的，这是凡夫啊。觉悟的人晓得，《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好啊，那个里头重要的句子，我们都要背得很熟。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顺境善缘，心里起了啊这个贪爱的念头了，你马上念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这个妄想啊，马上就浮
啊，浮的时候它又会起，起来的时候马上就浮。啊，古德常说，说得很好，不怕念起，只怕觉知。啊，念是什么呢？贪嗔痴慢念头起来了，赶快觉。啊，一想到经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烦恼浮住了，并没有断掉啊，还会起啊。这样浮，要浮很长的功夫，啊，很长时间，慢慢就变成自然了。哎，不起这个念头啊，对外头境界不再起心动念了。我们修行有没有功夫？功夫有没有进步？在这个地方看。啊，我对着这个顺境没有贪爱的念头。啊，我常讲呢，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这个世界，啊，这个生活环境，再好的环境，我们要把它想成是什么呢？它是旅馆。啊，我在这里随缘住几天，过两天就走了，决定没有一丝毫留念，没有一丝毫占有，这是佛菩萨了。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这样出世的，啊，这个样子待人接物的，我们学会，学会之后啊，你才真正感受到自在啊，快乐啊，再恶劣的环境，它平等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是。殊胜庄严的环境，没有一点贪爱；在恶劣的环境，没有一点讨厌。啊，丝毫这个厌弃的念头没有，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啊，我常说，法喜充满呐。法喜充满，智慧就充满，自信般若智慧现前。六祖慧能大师常讲的，给五祖说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我们就能到这个境界了。到不了这个境界，是我们的心不清净，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妄想执着，没放下了。啊，今天我在此地告诉同学们，修行真正的要领啊。一般人不懂得了，每一天念多少部经，啊，念多少万声佛号，啊，或者磕多少个大头，都在这些上下功夫，啊，那当然了，这么修比不修的好啊。他修了很长的时间，收不到效果。为什么呢？这个境缘现前的时候，还是起心动念。啊，还是贪念。啊，不顺心的时候还是会发脾气。这个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啊，换一句话是，心白念了。
啊，佛也白念了，头也白磕了。大乘经上讲得好，若能转进则通如来，真正修行转进界，转进界里头最重要的是转迷为悟啊！我们可以说这是圆教啊，圆教啊，初信位的菩萨，这一年间经历了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他到底修的什么？就是转迷为悟。所以这个大乘经上诸位常常看到实觉啊，实觉开始觉悟啊，什么时候开始觉悟呢？天天开始觉悟，51位菩萨，你今天证得了初信位菩萨，你开始觉悟了。过了一年，你证到二信位的菩萨，你开始觉悟了，二信开始觉悟了，三信开始觉悟了，初住开始觉悟了，初地开始觉悟了，实地开始觉悟了，等觉开始觉悟了。到最后那个位叫究竟觉，叫圆满。所以同学们，你要记住，开始觉悟是天天开始觉悟，天天有悟处啊。即小悟啊，成大悟啊；即大悟啊，成大彻大悟。即大彻大悟，那就明心见性了。见性之后还不断的实觉，这个实觉实实在在说，就是坛经里面讲的长生智慧啊，那个长字智慧增长，一直到究竟圆满。你们想想这个味道啊，这是法味呀！世味没有法味浓啊！世味是讲天上人间的。人间比不上天上啊！大梵天王的富贵，摩西首罗天王的富贵，比不上觉悟的人啊！真正觉悟的人，对于摩西首罗天王的富贵，没有丝毫羡慕的念头啊，那个境界是真净真落，常落我净，四净得现前啊，这是真实的享受。那么我们今天的病最严重的病
起心动念都想到我，啊，我的利益。唯恐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想尽方法保护自己利益，这个在世间讲这正常啊。啊，外国这个法律都有隐私权呐，啊，隐私权保护我私人的利益了。世间人认为是正常的，佛法认为这是极不正常。为什么呢？增长我执，增长贪嗔痴，世法跟佛法不一样啊！世法是不离开六道轮回啊，佛法是叫你超越六道轮回，你真的想超越六道轮回，你必须把六道里面的情缘要放下，要舍掉。啊，亿万财富没放在心上，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六道里面的枷锁。是有害的，绝对不是有利的。啊，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讲，讲得很清楚啊。啊，为了要想得到这一点享受，付出了多少代价？何况那个享受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你怎么会不觉悟呢？不能不觉悟，不觉悟，我们这个修行功夫啊，毫无进展呐。我们想求道业有进步啊，啊，道业的进步没有别的，放下，啊，再放下，还要放下，永远放下。成了佛之后还是要放下，佛陀的真实教诲我们要能够体会，要真正的把它学到，自己能够得受用。这样学佛，我们就没有白学了。对人，对事，对物，要用清净的真诚心呐，不能欺人呐，啊，一定要晓得，欺人就是自欺啊，这个是与性德180度的违背。
我们求明心见性，诸位要知道，净土宗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还是要明心见性啊。禅宗是在我们现前要达到这个境界，净土宗是现前我们没有能力达到这个境界，但是到极乐世界还要达到这个境界啊。你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你在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再提升方便有余土，没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呢，那你就升级升到十报专业土了不论宗门教下了，不论显教密教啊，终极的目标啊，都是叫你明心见性的，见性成佛啊。不是说只有禅宗哦要修到明心见性，净土宗就不要了，那你就错了。净土宗现在可以不要，到极乐世界要啊。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对修禅的我们尊敬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如他啊，但是他在一生当中是不是真正能做到明心见性呢？很难讲。如果说他几句不好听的话马上就发脾气，他肯定没法子见性了，烦恼不断嘛，心不清净不平等嘛，他怎么能见性呢？啊，小小境界风一吹他就受不了了，他有什么功夫吗？佛家常常讲功夫得力啊，什么叫功夫得力？古人有一句话说，暴风吹不动啊，是功夫刚刚得力啊，并不是很深的功夫啊，说得上啊是功夫得力了。也就是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再不会被六尘境界所影响，不会被六尘境界所动摇，这叫吹不动啊。啊，我们要在这里学啊，这个是修行的真实功夫啊。换一句话说，总的来说，念念呢要跟自信相应，自信就是如来神通变化啊。这个地方讲的如来就是自己的自信啊，自己的自信佛，自己的化身佛所以回归自信，那就没有不清净的了。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现前了。啊，回归就是念念呢，与心得相应。不与烦恼相应啊，自私自利，它
贪嗔痴慢全是烦恼啊，自私私利是贱货啊，这个是贱货，贪嗔痴慢是私货啊，合起来讲见思烦恼啊，不可以与这个相应，要真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处去练啊，这真修啊，修是修正呢、这一起心动念错了，错误改过来，这叫做修，真修。这个是举六说举例而言呢、后面一句如是等由世界还未成熟，那是细说这个戒转变差别太多太多了，像世界还未成熟那么多，说之不尽呢、那么佛在此地六六地给我们说出这个时钟，希望呢文疑泛散啊，佛家里面常讲呢一文千悟啊，你从这几个例子恍然大悟啊，真的明白了。才能恢复到自己真正的清净平等觉。请看《世界成就品》第九段，戒转变差别，寄送看起。而是普贤菩萨欲重现其意，成佛威离观察十方而说颂言。下面这个寄颂啊，有十首，完全是按照前面长行顺序的顺序，以寄送的题材，我们重新呢再温习一遍啊。这个一段经文啊，转变这个一段，在我们中国人称为一章。这一章对我们现前的修学确实很重要啊，学佛最重要的观念是要懂得转变啊，如何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转邪为正，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你要不转，不知道转，不能转，你的修学就等于零啊，等于没有学啊，没有修啊。你能够转，不管转多少，那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的成绩表现。这个不能不知道
其如经论的境界，真的你有所收获了。中国世俗人常讲的开悟了，得道了，这两句话境界无限的深广。我们初学的人如果是用小乘四果四相来说初果虽然没有证得，但是我今天是向着初果，我的方向目标没有不这个不错，很正确我走的路子初果相也是成绩大乘菩萨位次里头初信位，初信位我没有证得，我向着初信位的目标方向去精进，那你是初信相的菩萨了一直到等觉所以我们讲的开悟讲的正果那里的层次很多每一个层次目标方向那都是悟证得这个果位都叫得道所以你得的是什么道初信位菩萨是道，二信位菩萨也是道初住菩萨也是道，初地菩萨也是道到等觉菩萨也是道，你得的是哪一个道你开的是哪一个层次的悟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知道自己在菩萨道的这个旅途当中，我现在到哪一站呢？我距离终极的目标，就是究竟的佛果，还有多远？自己总得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心里才欢喜呀。虽然很遥远呢，我越走越近了。这个旅途1000公里呀，我走了1公里，就接近1公里。不能不走不走永远不能到目的地。那么在我们一般讲呢，要真干不能不真干呐真干要真放下决定不能有丝毫贪念有丝毫贪念是给自己做了重大的障碍。出家人接收四众同修的供养，供养多了，有多余的了，给常住所有一切供养都归常住自己不能具有。
财不可以聚，财要散啊。啊，在今天我们学华严，华严确确实实跟别的这个经教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华严是标准的多元文化。啊，那么说到多元文化，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不但要帮助佛教，我们还要帮助其他宗教。不但要帮助我们自己这个族群，我们还要帮助这世界上所有不同的族群。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些都是众生啊，我们对众生不能有差别，不能有不平等的观念，当然更不可以有不平等的态度。啊，我们一定是平等对待。啊，全心全力的帮助他们。啊，能帮助多少，那是缘分。这个缘就是他接不接纳。他要欢喜接纳，我们会全心全力帮助他。啊，如果他的心量很小，有门户之见，有排斥，啊，那我们就适可而止。啊，这个里头转变差别也是无量无边的。啊，都要懂。普贤菩萨重说，啊，重宣其意，成佛为身，观察十方，啊，这个两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谦虚啊，关怀啊，啊，成佛为力，谦虚，恭敬，啊，观察十方，对一切众生的关怀。我们看第一首，一切诸佛苦，皆随业力生，汝等应观察，转变相如是。啊，即诵便于记忆。啊，句子很整齐，说的义理也很清楚，也很明白。啊，一切诸国土，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地球啊，皆随业力生呐。这个里头就是讲的转变了。啊，确确实实是随顺业力。啊，随顺业力是发而如是。啊，发而就是随顺业力。啊，自自然然。一丝毫勉强不得。啊，古时候人的心地厚道，啊，居住这个大地，大地宝物很多啊，
现在呢，人心不善了，真的跟经上所讲的一样啊，大地上的珍宝都沉没到地下去了。我们读历史，你看看唐宋那个时代，人心还是不错啊。皇帝对于有功的这些臣子赏赐，这历史上看到的黄金千亿，白银万两啊，这个历史上是记载，那不是假的呀。你从这上面来看呢，就知道那个时候的金银七宝多啊，皇帝赏赐这些臣民啊，我们能看到啊。所以从前这个市场上交易，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金银啊，几两银子，几钱银子，都是用这个作为交易事物啊。啊，一两黄金换多少？啊，换多少两白银？到以后，明清以后，可以说元明清众生富就薄了。我们从这里讲是不善的心行在增长啊。还难得有好的帝王啊，在主持着教化，啊，我们从用钱这个方面来说，啊，从用银子，啊，变成用铜钱，啊，那个时候的铜钱当中有个洞啊。这个洞是方的，铜钱的那么很多啊，现在还有一些古董店里面还有，诸位还能看到啊。从游动的这个形式，这个钱啊，用到没有动的铜板，到民国初年，用的这个钱当中就没有动了，还有银元，到我能记事的时候，六七岁，这个有铜板的，这个有洞的，这个钱呢就不用了。我祭祀的时候，正好是交替的时候，我们住在乡下。乡下那个铜板有洞的那个铜板还可以通用。到以后渐渐，这个有洞的铜钱不用了。
啊，完全改成这个铜板了。啊，这个铜钱呢，铜钱现在变成纸钱了。诸位要晓得，在从前，纸钱是烧给死人用的。啊，你从这个演变，你去看呢，看这转变嘛，这我们这一章在讲转变嘛，啊，从这里看，你仔细冷静去思维，从这些迹象当中啊，你能够看出，居住在这个刹土上众生的心性。心性不善的，越来越薄。啊，我们举这一个例子，你在这个一个例子里，你去看，啊，你细心观察，啊，然后你再想想生活，啊，衣食住行。吃的东西，现在好像虽然很富裕，啊，好像也有山珍海味呀，摆在桌上一大堆。没人去想到，如果真正想到它那个味道、它的养分、它的营养，可以说，我们用50年。做一个代表，啊，50年前跟50年之后，养分大幅度的降低了，味道也不一样了，啊，特别是我们最近这个50年，变化太大了。我记得大概总是十几年前了，我第一次到广州，啊，本焕老和尚请我在光孝寺讲经，啊，实际上是讲演3天呢，啊，他请我2次，到第二年呢，我又去了一次，讲5天。啊，他老人家招待我，啊，办了很好的素斋请我吃。啊，我头一天吃了之后，第二天我就跟老和尚说。我说老和尚，这些人工菜呀，我们出家人都吃腻了，啊，花很多钱，好看，啊，那讲真正讲营养很难说。他问我，那法师你喜欢吃什么？青菜豆腐啊，平常吃的东西。这最好的，最营养的。到第二餐呢，他老人家也大概做了10几道菜，一上桌全部都是绿的，像菜园子一样。好，那个菜的味道，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呢，吃不到。不一样，我们知道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这些农夫啊种的这些菜农还不知道用化肥，还不知道用农药，10几年前呢，啊，
香港还没有回归，十几年前。味道不一样啊，好吃啊，啊，我吃的真欢喜啊。那现在这几年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不晓得了，听说他们也用农药了，也用化肥了，啊，用农药用化肥，这个菜里面就含着病毒啊。古人常讲啊，病从口入，这话一点都不错啊，啊，祸从口出啊。啊，现在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几乎找不到了。啊，只有到农村，农夫自己种的菜。我还听说有一些农夫们种这个稻米，他自己种的跟种了拿出去卖的他分开的，自己种自己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啊，种的这些粮食蔬菜水果要是拿去卖的话呢，他就用农药用化肥，自己不吃卖给别人吃啊。啊，有些亲属朋友到他那去，哎，这个不能吃，这个有毒，不能吃有毒，自己不能吃，你为什么卖给别人吃？人家那不是人吗？存的什么心？啊，这是不是古谚语里头所讲的“谋财害命”啊？损人利己啊！啊，人人。现在这个心变了，仁慈的心没有了。啊，从前人与人，人与万物，人与一切众生，确实他有爱心了。啊，孟夫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现在恻隐之心。很少人有了啊，在这个社会大多数已经没有恻隐之心了，完全违背了心德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来看转变啊，如应如灯应观察，这个如灯是佛教着我们大家了啊，你一看转变，转变都是从业力啊，世界不好了，年头不善了，什么原因呢？业力起的作用啊，那由此可知，我们要想自己这一生能够过到幸福美满，一定要造善业呀。可是啊，你会想到这个整个社会的人都是这样，
都造恶业，认为造恶业是有理的，是正常的。我们读了圣贤书，读了佛书，我们明白那是不正常的。我要走正常，我不走他们一条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当然免不了共业的影响。共业当中有别业，我们纵然没有能力转众生的共业，至少我们要不被他影响，不被他干扰。至少要能做到这样，才保卫自己啊。自己这一生，不但你能够保持你这一生的幸福美满，而且你的智慧增长，烦恼减轻，不断在提升你的境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很短暂，将来有好地方去啊。那么再看看造作恶业的众生，他们的前途是黑暗的，是恐怖的，是非常可悲的。他们果报在三途啊。三途里面所受的苦不堪设想，比现在你们读这个《地藏经》还要加很多倍。《地藏经》上所讲的是从前的人，从前人虽然造作恶，没有现在人造作恶业的这么严重，也没有现在人造作时间这么长远。他们都在恶道里受那些苦，佛在经上讲过。佛如果今天出世讲地藏经啊，恐怕讲的那个恐怖，那个苦受啊，比以前地藏经本子超过十倍百倍都不止啊。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事情啊，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决定堕恶报啊！恶业不能做啊。损人利己的事情不可以做啊，宁可以做什么呢？损己利人，这个好。我自己愿意在生活上艰苦一点，借省一点钱帮助别人，世尊当年在世就做出榜样跟我们看。出家修道人物质生活简单，
佛陀在世那个时候，人的福报大，身体好啊，所以晚上树下一宿就可以啊，证明身体好啊。现在人，你晚上的时候在外头晚上睡一晚，大概第二天就要到加护病房了。你的抵抗力没有了，所以你想想，世尊长年累月带着那一群弟子，晚上都是露天，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天天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个体力多好。所以阿育王经里面讲，世尊当年在世饮的这些水比阿育王时代那个时候的牛奶营养都高啊。阿育王时代是牛奶的时候抵不过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河里面的水啊。我们今天水源都被污染了，水都要过滤才能喝，这个水过滤大概也是最近50年的事情啊，在抗战期间，中国跟日本打仗，我做学生的时代，生活在战乱的时代啊，常常要逃难呢，所以抗战8年，我走了10个省，徒步走的，没有交通工具啊。什么河里面的水？都可以喝，若无其事啊，哪里有什么过滤啊？小河西边带个水桶，挑2桶水回来的时候，煮饭、洗衣服，没有。过滤这个事情啊，水煮开了可以喝，不煮开的也可以喝啊，哪有那么多开水给你喝啊？所以取这个饮水那时候很容易啊，自己带个什么小瓶子。装一河里头灌一瓶水，路上就够用了，没有过滤，也没有把它烧开，没事，若无其事，身体都很好啊，没有病啊。现在的水不过滤就不能喝了，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们想想怎么能不痛心？怎么能不悲哀呀？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人心不善，人心在变，一报随着正报转嘛。再看这第二首，第二首正是我们所说的“染污诸众生，业惑缠可怖啊，鼻性
令刹海一切成染污。啊，刹，那我们讲这个地球啊，地球上所有一切都变成严重的染污了。染污从哪里来的？人心染污诸众生。一是他造的恶业，惑是他迷惑颠倒。禅，我们今天讲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物质生活上的压力，这三种实实在在可怖啊，很恐怖啊。因为他迷惑，他不觉悟。生活在严重浊恶这个世间，他不知道悔改，佛法讲呢，不知道忏悔，不知道回头啊。环境是怎么样被污染的？不知道，认为什么呢？这是自然，好像与自己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不相干。哪里知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大自然的转变息息相关。我们的念头善、思想善、行为善，就能改变物质环境呐，能改变山河大地，能改变日月的运行呢。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说实实在在的话，科学技术发明之后，人就产生了严重的错误，这思想上错误啊，认为人可以升天呐，人定升天呐，这个天就是讲自然的，人可以有能力改变自然。不再接受圣贤人的教诲了，不肯再接受神圣的教学了，认为圣贤界这个神圣都落伍了，都比不上他，世界一般众生也都迷惑了，把圣贤、把神圣佛菩萨都看作为迷信，都以为他们的经典都是迷惑众生的，甚至于应当把这些这个典籍都要毁掉。
不要让宗教在误导众生。宗教过去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几千年了，如果从印度教算起来，真的是一万多年了。圣贤教诲啊，这个世间长治久安呐，人民互相尊重啊，互相敬爱啊，互助合作，天下太平呐。今天你把它通通否定掉了。依照你的意思去做，这个世间变成这个样子，你要不要负责任？世间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你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万能，上帝不如你呀！你能够迷惑众生一时，你不是真理呀！这一切众生总有一天醒悟过来就醒了，今天我听一位朋友告诉我，美国还有一批年轻人很可爱，可爱在哪里呢？哪个地方世界上要发生战争了，他们就去游行示威，反战争，反战。他来跟我讲，我们也不晓得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只要听到哪里有战争，他们就去示威反战，尤其是美国参加战争，一定会出来反战的。在佛法里面讲的，也算是始觉啊，开始觉悟。知道战争不善啊，战争不是好事啊，战争要伤害多少人的生命财产，后遗症影响更大，与一切众生结下了深仇大恨，生生世世都解不开啊！头脑稍微冷静的人，怎么肯干这种恶事？真正聪明人、觉悟人，即使受人杀害，也不会有报复的念头。你要问为什么？因为报复不能解决问题，报复啊，只能把问题恶化了，把问题搞砸了。容忍、谅解，
才是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圣人教导我们，也是转变。化敌为友，问题解决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冤家、把敌人转变为朋友。转冤为亲，自己的冤家对头要把它转变成自己家亲眷属一样。这个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永久和平呢？为什么会有杀害这些事情发生？这个因缘真的世间人永远找不到。怎么起因的？佛在经上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众生互相残杀，真正的业因在哪里呢？业因在吃肉啊。世间人不晓得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决定不吃肉了。肉它也是一个众生的，它跟人没有两样啊！你杀它，你吃它，这个就所谓说"弱肉强食"啊！你吃了它，你将来要不要还债呢？要不要偿命呢？要啊！如果你要想到还债，我就不愿意借债了。如果想到将来要还命，我决定不吃众生肉了。你还敢吃吗？佛经上讲，吃他八两，还他半斤。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一生我们是人，他是羊，我们吃他肉。来生的时候呢，他的人生我们投畜生道。我们碰到他的时候也被他宰杀，也被他吃。吃的时候你能够心甘情愿吗？你杀羊的时候，那个羊的时候乖乖的被你杀啊！我用这我的是肉来供养你，那个羊就是菩萨了。他不是菩萨，他是凡夫，他恨透了。这个仇恨呢，永远记在心里头啊！他现在没有能力报复啊！又来生来世。总会遇到的时候，报复就来了。所以说，杀人者人恨杀之啊，敬人者人恨敬之啊。我们怎么会去造这些这个恶业呢？蚊虫蚂蚁都不能够伤害。你要杀害他，
你就要想到啊，你在这一生当中为什么会遇到许许多多人事上的挫折、障难啊，甚至毁谤啊、陷害，你遭遇这么多些苦难，你要晓得都有因呐、业因呐、我们遭遇的是果报，果必有因，自己常常想想。过去今生造种种不善的业因，怎么能避免恶报呢？我以什么态度对人，一定要想到人家会以什么态度对我。现在我年轻气盛，我可以欺负软弱的人，欺负年老的人，等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就要受报复了，果报就现前了。年轻人瞧不起你，侮辱你，你会感受到啊。这样的事情我在这一生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见得很多啊。得志的时候做大官大将手下的这个部署很多，一呼百应啊，威风的不得了啊。家里面用人十几个啊，到他年老了退休了，地位失掉了，权力失掉了，威势没有了，自己提着篮子到市场去买菜，没有人瞧得起他。天天要受委屈，要看别人的脸色，当年的威风到哪里去了？现世报啊！只要你细心去观察，都在面前啊，因果报应很现实啊，摆在你面前，你能不相信吗？你不相信那是你愚痴，等到你自己受到这个报应了，你就明白了，你才恍然大悟啊。所以果报是有业因啊，今天种种这个不善之果，是我们自己不善的业因变现出来的。好，现在时间到了。